哎呀，羊年到了，在这儿要祝愿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洋洋得意，小朋友们出人头地，姑娘们更加美丽，小伙子今年能挣一个亿。真哎，好，干嘛去？你这是？不是演完了，我回家过年呀、啊。哎，不是你怎么了？千万别提回家过年。回家过年怎么了？回家就得过年呀、啊，过年就得回家呀、啊。怎么一讹人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你要这样能拉躺着聊啊！你怎么起来起来起来啊？我说过年你怎么跟过电似的？小超啊啊！我是有家不能回呀、啊。怎么了？我那些徒弟天天门口等着我呀、啊。干嘛呀？要跟我过年？哎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好事啊！领走我，领走像话。而且你，哎，你看那些是找你的吗？是。师傅，那个那边的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在哪儿呢？哎，师傅在这儿呢。师傅，救救我吧！救不了你啊！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吧啊！行，知道这谁的地盘吗？啊，谁敢惹我？嗨，没硬气就别吵了。不是，我问问你们啊，过年不回家你们怎么了？我痛！谁踩你肾了？我就难过，怎么了？过年回家就为吃喝，这不好事吗？本来我就不饿啊，还让我吃那么多，那是难受。你对我说，快吃不要啰嗦，鸡鸭鱼往嘴里搁，是吧？我说我吃饱了啊，妈妈说还有一锅，好嘛，我痛。明白了，这是回家呀，吃饭难受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还会打快板。好。哎呀，不会打就别打了。我还是跟你说吧，啊，你说，不是我不想回家呀，怎么了？我一回家，爸爸妈妈、叔叔阿姨、大爷大妈、爷爷奶奶、大哥哥大姐姐凑在一块儿就问我啊，什么时候搞对象，什么时候结婚，什么时候生孩子？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搞对象，什么时候结婚，什么时候生孩子，他们非得问我什么时候搞对象，什么时候结婚，什么时候生孩子，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搞对象，什么时候结婚，什么时候生孩子，他们偏问我什么时候搞对象，什么时候结婚，什么时候生孩子，让你说我什么时候搞对象，什么时候结婚，什么时候生孩子。哎，问你师傅吧，我也不会生了，我要媳妇儿。好嘛，这是过年啊，被对象搞急了，你怎么回事啊？1、2、3、GO。年的，我们得喝酒。要我们喝什么酒呢？我们喝白酒。要葡萄酒。要我们要大口的喝酒。你就没在点儿上？你们俩谁没在点儿上？这是过年喝酒闹的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没听出来吗？不知道啊。这是四个。带俩王。大红中，我胡了，好嘛，这玩的什么玩意儿？这小胖，我明白了，这是吃喝玩加上搞对象，对，全是好事儿。你跟他们聊聊吧，我跟他们聊聊，聊会天，问问你，大过年的打算给我做点什么呀？年夜饭我包了，你想吃什么？我要海鲜，我要飞禽，我要走兽，我要媳妇儿。你等会儿，那媳妇儿不能吃啊！哎。这三个众口难调，你给他们做什么饭呀？包饺子呀。那什么馅儿啊？海陆空三鲜馅。赞！你给说说。哎，我问问你，海鲜什么馅？海鲜龙虾。嘿，听见了，龙虾。好，龙虾须子馅。哎，龙虾须子馅啊，吃完不得扎腮帮子吗？别着急，走兽什么馅？大
腿肉。什么大腿肉啊？蚂蚁大腿肉。蚂蚁呀、啊、那玩意儿有肉吗？飞禽呢？哎，飞禽选择就多了、哎、看你是想吃苍蝇翅膀、哎、还是蚊子翅膀。哎呀，我听完您这馅儿跟吃了点毛裤似的。怎么说话呢？有这么吃的吗？我怎么推不动你啊？推不动我就别推。哎呀，哎呀，干嘛呢？推不动我还老问你啊。不不不，你这是做饭吗？你这就是捣乱，回家去。我就是想在师傅家把手艺练好，回去好好的孝敬父母。孝敬父母是好的，回家团圆一块吃饭，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，父母都高兴。所以你啊，回家去啊、哎哦！你赶紧回家，啊、师傅好陪我喝酒啊！喝酒啊？你能喝多少啊？网上那个一到十斤哥知道吗？知道。跟我比呀、啊，他们都不行。那你得喝多少啊？一坛。一坛得二十。得就二十多斤吧、啊、一坛十八斤差不多。嗯，一坛怎么个一坛？用手指头啊蘸上酒，嗯，就这么一坛啊，这么一坛呐、啊啊、哎，等会儿我问你啊，你就这么喝酒、啊、过年你这一敬酒，你们一桌子人对着坛，你觉得好看吗？这个行啊？行什么行啊？回家去吧。啊，回家啊！一到春节，我们家就喝酒。啊、三十晚上喝完酒，一睡觉，再一睁眼，初七了。好、啊，所以啊，我想把自己的酒量啊练好了、啊，回到家去把所有的酒全喝了，他们就不用喝酒了。这样你也伤身体，喝酒啊是不能过量。你回家劝劝家里人，放下酒杯，拿起茶杯，顺便看看咱们辽宁春晚，这多好啊！你啊，回家去啊！哎，回家去吧。哎，回完家师傅就能陪我玩牌了。玩牌？哎，师傅啊，我跟你这么说，嗯，只要是玩的，我从来就没输过。哎呦，为什么呀？抽老千呗。抽老千啊？哎，不是，我问问你吧啊，怎么了？你这个学什么不好，干嘛学这抽老千呢？嗨、哎，我是想把他们全赢光了，不让他们打牌。哦、一家子在一块儿吃顿团圆饭，心是好的，那方法错的、哎，千万不能学抽老千，更不能赌博。所以你呀、啊，也回家去啊。都回家吧、哎、师傅、嗯、您也跟我回家吧。干嘛呀？把咱俩的婚事儿定了。婚事儿？他们老逼我搞对象，我得往家带一个呀。你带一个你也不能带他呀，实在没有啊，你租一个女朋友。哎，我租了啊，去年我租了一个女朋友。哦，一进家门，我爸爸这个激动啊，高兴了，上来给我一个通天炮，我妈一个扫堂腿，紧接着一个金刚铁板桥，那是大拳小拳，大成拳密宗拳，内家拳外家拳，阴间拳阳间拳，火里拳照进拳，朝阳拳保健拳，开山拳放山拳，风魔拳子祖拳师门拳，太极拳拳远藏拳，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，好一代宗师。岂敢岂敢，我夸你。他打你干嘛呀？我租这女朋友啊，啊，去年我哥也租的她。哎，租重了呀。好嘛，所以我得找一个生面孔。我也不像啊。没关系啊，化化妆。不是，我问你、啊、找一对象怎么这么难呀、啊、你不知道啊，我们八零后压力多大，哪有功夫搞对象。再有压力组成一个家庭，让老一辈人放心，也是咱们的责任、啊、我跟你说，现在没女朋友啊，他们都会支持你，都会理解你，但你不能骗他们呀。所以你啊也回家去啊。走吧走吧走吧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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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啊，这你也回家去吧。我是真不能回家呀。哎，是怎么回事？不是，你怎么了？我这一年挣的啊不够我过年花的。这过年花哪儿了？就我那小外甥啊，天天找我要压岁钱、啊、这不应该的吗？舅舅舅舅过年好、啊、给我压岁钱。多可爱。小朋友要什么压岁钱呀？不给呀。舅舅啊，那我剃头去了。哎，得了，我给你一块。不能跟孩子开这玩笑，就跟你们聊会儿天啊。我就想说一句话，每个人都得回家，漂泊在外这么多年，家里的父母都老了，什么也不能阻挡咱们回家的脚步。家里人要的不是你出人头地，也不是你腰缠万贯，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快快乐乐。记住，家永远是你温馨的港湾，家永远是给你力量的地方。所以说今年过节要回家。今年过节要回家。
上亲戚，有没有对象都得回家，回家一起陪爸妈。今年过节要回家，回家一起陪爸妈。今年过节要回家，回家一起陪爸妈。今年过节要回家，回家一起陪爸妈。